7月11日，广西柳州10时许，城中区华润路路边一辆广汽埃恩男性驾驶员被发现死亡。视频显示，民警和急救人员已赶到现场，男性驾驶员坐在驾驶员位上一动不动。确认生命体征消失后，急救人员给该男子身上盖上了蓝布。11时许，记者从权威信源处获悉，该男子在急救人员到场后被发现心跳骤停，已无生命体征。警方正在对该男子的死因展开调查。我们过去的时候，病人已经心跳已经骤停了，已经死亡了。然后，现在的病人已经交给警察那边了。